因为我的冠军女儿，因为我很想要知道她到底是在五个月怎么瘦28公斤的，我想知道，我想知道重点在这里而已，剩下的我不想知道。好了，我们就带来这首前阵子的电影哦，叫做《摆渡人》。对，我们这边有一杯酒，叫做摆烂，摆渡酒，对不对？不是摆烂哦，对不起，摆烂是我自己啦。好了，我们带来这首《让我留在你身边》。太多时间浪费，太多事要面对。